过几天就是我跟奥兔的结婚纪念日，然后准备打一条围巾给他。我看教程上是说起24针，现在好像有一个人在这里手把手的教我。这一圈现在是30，我现在要去看一下抖音里面他们是怎么说的。刚好前段时间奥兔说想你特别的冷，然后我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送，所以就亲手织一条围巾给他。上次那个蓝色的失败了，然后因为太长了我舍不得拆，然后我重新织了一个米白色的，我就重新织一个针法。完了，我到上针还是下针？想想，这个比那天我学的那个更简单一点，就一针上一针下，不用多针出来。但这个应该快一点吧。这里不小心漏掉了一股线，我裁了这么长一个，大概有四五圈吧，太难了，还有一圈就好了。我觉得我收线收的太好了，你看得出这个线是收进去的吗？我怎么这么厉害呀、啊？搞完了。